修听不懂是吧？调整是吧？道听不懂什么道道不道是不是？这个一切的理吧，真理也好是吧？与否，把这调整真理融入你的生活。行者，修道的行者，行者就是融入生活，执行这项工作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不要想着，哎呦，我这下还得了，要回家告诉我另一半，我现在是修道的行者。刚刚导师问我们，现在我们就是行者，准备等一下还准备去哪里买一顶斗笠戴着。多像行者，是不是？那是小说里。我们现在是讲务实篇，所以是渺渺融于生活、务实的人，仅此而已。好，所以刚刚问你是不是？你说你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是，你就要知道。我们已经归纳了自己在这样的一个领域，所以渺渺之间的调整是我们的直至，是不是？你说，哎呦，这样讲的我们太紧张太辛苦。好，那直至之一可以吧？是不是？有很多东西要去做嘛，那这是其中之一嘛，是不是？直至之一，那既然是直至嘛，是你的职责。是你的志向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简单的翻译，对不对？所以咯，难道你不需要在这里面做某种的弹性运作吗？是不是？那弹性里面身心灵的对应，哪一个最重要？心。好，你比如说大太阳底下，现在这个天地的真理说我们要戴口罩，因为有这个病毒，是不是？太热了，这会儿要戴口罩，就真的是招谁惹谁了，是不是？你如果心不运用，不调动，你就会越想越戴不住，然后越想越汗流浃背，越想越觉得。怎么可能就把这个口罩给拔了？但你的心如果能够转念，是吧？然后迎战，然后再明确的告诉自己，这就是一条对的路。哎，运作着想着想着，明理了，想通了，你就没那么大压力。哎，也觉得没那么热了，汗也不流了，就算流汗，戴口罩没擦。哎，很奇妙，同样一个口罩。同样一个人，但是对应出来的感觉不一样，这就是心的妙用，就是心。所以你刚刚说要我们这样那样那样这些改变是吧？发条上那么紧，发条上紧，正确的事情要上紧赶快去做，也是你心的想通，是不是？命令在运转过程中，你有弹性，也是心的运作，是不是？你认为哇，怎么会上这么紧？那因为你心在运作的过程中不调，所以紧了。那紧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？调整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渺渺的 GPS 干嘛？调整啊。